奈吉利亚网红小画家奥拉米勒。法国总统马克宏于2018年7月4日出访非洲奈吉利亚，参加当地文化展览时，年仅11岁的小小艺术家奥拉米勒当场只花了2小时，就把马克宏画出一幅精美的肖像，让全球媒体与网友都相当赞赏与惊艳。奥拉米勒来自奈吉利亚各斯州的耶鲁巴雅琴的贫民窟家庭，虽然年仅11岁，但已经是专业的奇迹画家，能够用铅笔画出非常写实的人像画，犹如照片一样逼真。奥拉米勒从6岁开始展现他的绘画天分，当时他画出自己喜爱卡通人物，唤起一些食物，让自己温饱，也帮助贫民窟的同伴温饱，让弱势贫童都昵称他为小小画家罗宾汉。2年后，奥拉米勒因为搬家的关系，结识了一所艺术职业学校的爱心老师，而他们发现了他的天分，在老师们的鼓励下，奥拉米勒进入该所职校绘画。他特别珍惜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，每天都是第一位上学，最后一位放学，全校师生都昵称他为早鸟画家。早起的鸟有虫吃，早起的画家有奇迹。奥拉米勒总是在加倍努力，全神贯注绘画，也总是用最诚真的爱心继续助助助人。他画出每日面包，画活一桌小鱼，画亮一夜鸡肉，画吃一脸米饭，画出生活的点点滴滴，画出生命的困境，更画出求生的希望。除了用画唤起一点点食物让自己充饥，也让弱势止饿。奥拉米勒在克服财务困难的环境中，一步一脚印，一画一血泪，他的绘画技巧突飞猛进，获得奈吉利亚各界肯定，而他的画作已经在网络上走红，同时吸引了全球粉丝。由是奥拉米勒小小年纪就勇于挑战逆境，用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废话助助助人，从小画家罗宾汉一跃为早鸟小画家，从早鸟小画家一跃为网红小画家，还深受法国总统当场肯定，立志用画翻转新生命，用画翻转新非洲，不愧为网红小画家。